好了，朋友们，哇，今天就是超级冷的一天。等会跟石哥去拉点东西。干嘛？搞破坏啊你？一拉就破坏我的机子。看能不能把它摇起来。天冷就不好摇了。摇都晃了。来，摇起来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里还有几包肥料，之前没有放完的。放到一起，可以。啊，给它热一下，就把这个皮带弄进去了。因为它有那个皮带的话，太那个不好启动。再来。哎呦！还不得。这个皮带有点紧，所以难摇一点。懒个了，来。出发了，半路捡了个小美女，飞爸爸上高速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拖拉机的开动快。我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最烂的仔。哎哎，有没有另类的感觉？这个是石哥前几天买的洗车机，然后他说不够大力，过来换一个，换一个比较大力一点的。他说这种比较大力一点，还有自动停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那个来来，啊，买双棉拖，这个我穿不了，你穿。买了三双棉鞋，我一双，我妈一双，他就给十个买一双。过来装点十年吧，装了30块。这个吧，买回去给那个。二狗子搞个窝，盖个房子给他。完了，大家都演了。完了，车坏了。啊，那个拖拉机水箱爆了，那不够水，去找点水来加下去先。下面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个水井的，去看一下。完了，这个井好像又有水吗？这个水虽然有点脏，但是好过没有。一时漏水。哦，终于回到了。这个车毛病挺多的，这里水箱漏水，这个转向也不行了。这个本来刚刚想弄的，但是那个老板没空，所以就不弄了，还是等哪天有空了再去弄吧。马伟，来，我都还没弄过呢，安等呢。说点简单点吧。好，大没问题。哎呀，说我老弟。